自己看啊，车主 last minute 早上有来问，问了很多个人了，不用怕 ，OK。我们先说明先，你忘了 compressor， 好、哦，油最好不要黑，油黑我们要另外炸，好、哦，空气是卡马拉的，好、哦，现在和 compressor 撒娇 ，overload 冷了，冷了不能休息，走到没有 get 不一停，然后 compressor 发掉，我们乌南跟乌南所讲的。厂家是讲把三个月、一个月、两个月油不要黑，油黑要另外算，对，没有错。可是这种液装进去的时候，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，OK？ 现在我不是讲没有教你几招啊，这种油黑了啊，东西可以洗回去，万个东西该换，不要讲全部忘个光，每个人都会做，因为换了新的东西，油不会黑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那肯定是撒娇，啊，他会这个，他是刚刚拿啊，要洗酒。它会滚热，知道吗？有抽烟的吗？来抽烟给你看一下，它是抽烟，撒娇啊，很靠干，喷了水很靠干，知道吗？啊，如果没有靠干是骗自己，然后它冷了不能休息，然后旁边这全部给我跑，我周末考虑有这种原因的问题耶，大家不用高兴哦，第一点你个 get 要住 ，get 不住来讲啊，问题就很多。啊，冷了要会跨停，大概五分钟里面，这辆车我敢表演出来，啊，跟我敢表演出来，这个谁介绍了都是一样哦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官员也好什么，我们跟那所讲，厂家没有个把家油黑啊。到时候我表演出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他万个公司全部到这边，他自己买了我算工钱200块，你不用怕，好、哦，洗另外算，油肯定黑的，油没有黑是自己骗自己，每个人。讲个几厉害，做个冷气5年、10年、20年，都是一样。不管什么进口车的冷气，你跟人家你研究盖的时候都是一样。这就是最 normal 车，过冷了会化掉哎。特别是 over 都是上压这边，有几个力都不够你做啊。五分钟里面要跨停哦，住个 gas，OK。恭喜他们每个是用啊够本，啊够本存价是谁的错？我们做的人没有错，可是。每个驾车会驾，不会顾冷气。黑如果有时间什么样个问题，时间够不做，肯定死路一条。公司没有死路一条，我今天搞事给你废。啊，2年过3年跑不掉的，有些车用了8000都会漏。不管什么车，时间够，你们要接受。公司够有时间，而每一样公司够有时间，时间我就给你看一下啊。我、哦、这个叫时间。时间盖要只能接受，你最好跟安就好，就没有事，就不会发生。哦，车主有些不了解，人家讲空片全部油黑了，叫你换全部都是死路一条，公司怎么样子会发生呢？啊，时间盖就做 ，OK， 谢谢大家的配合。